请您欣赏相声《斗公训女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说明您很喜欢这个节目，哎，又给我们一机会，多好啊！我们演员叫于谦呢，哎，老艺术家了，呵，谈不上老，干了多少年了？嗯，啊，在这行里边，嗯，任劳任怨，嗨，吃苦耐劳，嗯，好人呐，您过奖，你肯定是今年相声界的三八红旗手啊。三八红旗手给我了，有老师吗？瞧这个，有啊，谁呀、啊？我们先生石富宽，你是他太太？对，怎么练的这是？出去都介绍这我先生啊，你先生石富宽，不是先生就是师傅，师傅啊，我师傅，师傅错了啊，你拜他错了。拜他错了，拜我你早人了你，我现在还不是人呢。今天就在这儿啊，你磕三头，我收你来吧。不是，我等不了了，快点，你先等，我等会儿去，回来，哪儿啊？你先过来。感谢大家光临，谢谢。什么呀？这你先等会儿啊，哪儿啊？我就拜你啊，我艺术家呀，你谁呀？你连我都不认识，可不嘛？呵，这些年你算是白活了。不认识您我就白活了。我是个艺术家呀。哦，咱们同行，相声啊？不不不，戏曲。哦，您是戏曲演员？我是著名的高腔表演艺术家。谢谢。谁鼓掌了这？谢大伙儿对我的支持啊！高腔知道吗？高腔知道啊！南昆北弋，东柳西梆。对对对，高腔是。哎，叹什么气？我们这个艺术很没落。哦，这是我很无奈的一件事情。哦，不景气。京剧尚且如此，嗯，何况是高腔呢？哦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是啊，从小我的父亲、我的祖父都是从事高腔艺术的。哦，现如今我心爱的艺术没落，是不是滋味？难过。打家里出来，觉得心情很压抑。嗯，天阴沉沉的。嗯，好像要下雨。哦，漫步在小区里面，一边走一边不是滋味。哦，这个天气和我的心情很相符。嗯，一阵微风吹来，点点雨丝飘在我的脸上。嗯，伸舌了一舔，又苦又涩，雨和我的心情相仿。嗯，抬头望去，二楼那孩子别撒尿。我说怎么又苦又涩呢？我家大人管吗？啊，这站阳台撒尿，全浇您身上了，不是滋味啊！我钟爱的艺术啊，找知音都很难呐！啊，不好找，没有，哪有喜欢高腔的小孩？哎，您别说这么说，怎么？我就喜欢高腔，真的。你别开玩笑啊！我不开玩笑，我喜欢戏曲，还喜欢高腔，真的吗？对，你不是骗我吧？我干嘛骗您啊？知音太难得了，可见着你我很高兴啊！哎呀，是是是，没有专业的高腔艺术团了，没有了，现在有研究所啊！我知道一个高腔研究所，我就在那儿坐台。哦，哎。我在那儿这讲台上坐着给人讲课，那不能叫坐台，知道吗？高腔啊，讲课最爱的高腔啊。是是是，我也喜欢，是不是啊？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。是啊，哟，尤其逢年过节，哦，我和我的祖父我们一起啊，嗯，我们研究我们这高跷，哼，然后啊，哎，我说先生，你先等会儿，不是等会儿吧？等会儿，别说了，怎么了？是高腔啊，还是高跷啊？我刚才说的什么？您刚才说的是高腔，后来又改高跷了。啊，高腔，高腔，高腔啊！高腔，高腔，高腔是吧？我是钟爱的高腔艺术。哎，对，那我也喜欢高腔，最喜欢这个。什么时候我还能重返舞台演我的高腔啊？是高腔是吧？是。高腔就行，您别怕，没关系啊。哎，既然您是干这个的啊，我又喜欢啊，今天咱们两个人就在台上，咱们唱一段怎么样？今天啊，你行吗？我是爱好，跟您学啊。好，
你是跟我请教吗？跟您学一学呀、啊。我很高兴啊，我我真喜欢，我太喜欢了，我很激动啊。没人请教啊，这一会儿就完事儿，咱俩吃拉面去。啊，吃不吃两可，咱先唱这个，好不好？高腔啊，我喜欢这个呀。嗯、啊，我最喜欢高腔了。啊，来吧，咱俩来吧。您这姿势是高腔吗？您这个高腔啊，高腔别把这高腔啊，是吧？来吧，你来多少？谁养过去啊？你就别摆着，高腔行吗？行啊，您唱高腔，真行啊，是吗？太好了，那咱唱一出。很兴奋的，我今天很激动啊。是啊，太好了。来来来来，咱们唱一出。咱们唱，你合作一出。来唱什么呀？唱一个斗公训女。斗公训你？不是训我，训谁？跟我没关系。训斗公训女，训女。对，哎，你跟嘴有毛病你啊？我嘴没毛病，您耳朵有毛病。有毛病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我很高兴啊。啊，斗公训女。那咱来什么？分一分角色。啊，对，分一分角色。哎，好。哎，你什么？我来斗公。我斗母。我斗蛐蛐。我斗油葫芦。我斗大人。我斗小孩。我斗小黑小子。我斗大胖娘们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？你说的吗？有大胖娘们什么事？这里头小黑小子哪儿到哪儿啊？哪儿啊？我斗公斗员外。斗员外啊，对，行，你个智力反应可以。哎，这里还带急转弯的。好，没有。好，你过了第一关了啊。这里还有关的。好，我很欣慰。您来一个，你说吧。您来一个安人啊，安人，安人，干嘛呢？保安的，保安的像话吗？当保安的人，安人，哎。安人就是窦员外的夫人。你别跟我说英语，这是窦员外的夫人是英语这里的，不就演他媳妇儿吗？就是他媳妇儿啊。哎，演他媳妇儿吗？是不安人吗？行、啊、我安这个，我来这个啊，我来这个，安这不像话。哎、还有什么来着？还有一个院子，您得赶一下。我来房子吧。这干嘛？院里冷。什么呀？院老家人。管家，老管家，对呀、啊，我这老院子，哎，老院子，我来这个，您行吗？我来吧，赶这个，来吧。您把这架势撂下怎么样？你来吗？现在开始，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哎、咱先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，啊，搭桌子，哎，分出前后台来，好、哦，好吧，给谁搭桌子了？搭，嗨，没有搭桌，没有、啊、桌子往后搭，分出前后台，这就前台后台了、啊。哎，前面是前台，后边后台。可乐这个东西啊，我没有什么可乐，头套什么的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您这随便。我知道我不脚头了，今天就啊，这跟脚头也不挨着。我夫人呢？我啊，我搬把椅子去。你来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随便吧，我这凳子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您看看吧。我来，像话吗？这给我甩一个，就这个了。没事吧？我好歹我得化个妆吧。化妆，我弄弄脑袋什么的啊，演安人嘛。我做个头舞的是吧？啊，可喜欢来这玩意儿了。哎。我们这化妆倒简单，您看在台上就化了，没关系，不用您等。哎，我们就是好容易碰到一块儿了，唱一出我也过过瘾。这安人流氓啊，这怎么晃悠着就出来了呢？来吧，行吗？来吧，还等什么？行，归后台行吗？啊，归后台，这是前台啊，咱从后台。一会儿见啊，一会儿见。
说半天这还是高跷啊，这个他们就捣乱，你知道吗？谁捣乱啊？别跟着起哄啊！你要不起头，人就跟着唱了。还不行，换一把，换一把！你安人拿扇子干嘛呀？安人轰苍蝇呗！像话我就回头。怎么了？这打家伙呀，不嫌你吗？啊，你走你的。什么叫走我的？我看你一人来了。我上场，您打家伙呀？您上场一会儿，我打家伙。打家伙啊？打什么家伙？别想，说，现在说。我想什么呀？打锣，疙瘩锣呀？您不是内行吗？您知道啊？对呀、啊。我得考验你呀、啊！您考验我干嘛？这都出来的疙瘩锣，疙瘩锣干嘛？搁哪儿？怎么了？您不，我问你呀、啊，你说吧。东切，疙瘩锣呀、啊。这个咱不要急急风什么的，是吧？要急急风干嘛呀？这里头不要，没有疙瘩锣是吧？疙瘩锣，好吧。你多少还懂点。您瞧出来了？我很欣慰。那后台去。东切，过来，上这儿来，这儿切，哪儿切？后边切呗，没完没了啊！你看，大伙都瞧见了吧？怎么了？他说的东切的，东切您得有够啊！你怎么切多少？啊，3磅半，一磅是12两。3磅半，你算吧，我算什么呀？怎么着，3磅半，东切1磅了，东切1磅，啊，东切，哎，东切算一磅，啊，3磅半，3磅半，3磅有个半是吧？对，半磅不给切是吧？半磅买牛肉呢是吧？你5毛钱也得卖啊！怎么乱七八糟的？东切是吧？东切是一磅，怎么了这是？东切。不切，切不切到底？什么切不切？不切了，这半磅不切。好，不切，拉倒，拉土步嘛。朝来长暮齐永和，好，你喊什么好啊？好，行了，就坐，就这，哪儿？你先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怎么着？你别喊好啊，我捧你啊。捧我干嘛？都这时候了，我老艺术家，我捧你啊！我不用啊！您得念引子，我引子啊，我的，您的，你说那我说引子，对呀、啊，再来，你确定吗？肯定是这样，唱多少年的了，您不后悔啊？我后悔。引子，念引子啊，引子，嗯哼，动切，动，啊不切。长奴齐永和，麻将锅白汤，三片姜，俩枣，白开水送下。你要引子呀？你看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吧。什么练到他这点了？你先等会儿，你过来。他知道你这样知道吗？不是，您这瞧头里边知道吗？你瞧病呢是怎么？你说的引子吗？戏引子，这醋吗？干嘛粗细的细呀、啊？芝麻酱醋吗？没有这个，怎么着？这有词儿啊？有词儿，是对啊？不有词儿吗？说词儿啊？说呀、啊？说你的，干嘛？您不会呀、啊？呵，讨厌了吧？看出来了吧？怎么了？我是老艺术家呀，我。我们现在改了这词儿，知道吗？改，你这太陈旧了。我们改了，俩人不一样。改什么词儿了？不到长城非好汉，不喝豆汁真遗憾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知道吗？哪有这词儿啊？你那什么词儿？你说听听。闲人堂前列绮罗。再说一遍。闲人堂前列绮罗。闲人堂前列绮罗。啊，对呀、啊，现背呀、啊。谁说的？你看我跟我们那原来那一样不一样？那没两样那个。不、哦，你按这说啊？当然了。你就急死我了，告诉你。什么这么会上好几回了。嗯哼，动切动
八糟的，这是签儿呢？什么签儿呢？您看这模样般配吗？这个，你那歇腰，我这歇腿儿。粗啊，这词儿，这文言词吗？老婆汉子吗？老婆汉子文言词啊？怎么着？什么词？什么词？怎么着？我呢？怎么着？我打谁？我怎么着？您这叫老爷呀？谁呀？我呀？你啊？哼，好，国家没人了。嗯，来老爷是吧？汉子像话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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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夫人。啊，汉老爷。我汉朝的老爷。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是啊，此事嘛说来话长了啊。想当初，后汉三国年间，有一位猛壮人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从今以来，别说大爷，这行行行长。是挺长，这我这挺长，幸亏您改过白口来了，嗯、要不然这累死了这个。是、哎、是，是好嘛，怎么着？也是这词儿嘛？怎么着？这不好，这改良的，这有这么改良没有？没有这个，没有。那我说什么？这您您，且听院子来报啊！哦，你们后来改成这词儿了，压根儿就是这个。这太可乐了，这个可乐呀！这你别多想啊，你说这点小障碍是啊，也怨咱们没对这词儿，这也是没对、啊，有点小障碍、啊。这点一过去，那就一马平川、啊。这句倒挺熟的啊，您唱什么的呀？这是坐坐坐坐坐坐。啊，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振，怎么着？刚说就忘了？什么来着？什么来着？且听院子一报啊！且听院子一报啊！院子来报啊！买菜去了？对，买菜像话吗？不菜啊！你赶去呀、啊？我哪儿赶都追得上啊！你赶院子，你也得演着院子呀！可你这不急死我了！我演着院子啊，你把给忘了，这这不是够会的，太可乐了！这你赶着院子呀，我来这个啊，你们都给忘了，这有忘了的吗？这太可乐了，这个台上怎么办呢？这来来来，坐坐，又控场了，来坐坐，来来来来，走。啊，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单听院子报来，院子一报啊。哎，来了，好吧，报，启禀老爷，何事惊慌？老爷，我的太太哟，哎，干嘛要饭来了？上我这多好，这个勒砖呢，还有这多好，这个老好什么呀？老词儿啊？什么老词儿？这是怎么了？这不对吗？这是不对，怎么了？何事惊慌？你得说话呀！你看你这你不打招呼吗？是吧？打什么招？就这么打招呼？就这？你这是就这一点小障碍是吧？啊、这一过去那一马平川。我说咱别说这个了，好不好？这词儿知道不知道？来来，没问题，行了，没问题啊。这倒不错，我们家老是躺一死鬼。来呀、啊，往外上干嘛呀？说呀。说什么呀？我看你害怕。那、啊、受得了受不了你？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单听院子报来。院子来报啊！太感动人了，我告诉你。好、哦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，何事惊慌？嘿，还有啊。你没告诉我还有啊这词儿？你后边怎么着？后边怎么说？别想，别想，您老别让我想。你快说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干这么些年这玩意儿了，啊！昨夜晚我家小姐与石姑老爷在后花园洒泪分别，不是就这么一句吗？你这又背上了。哎，就这脑子真灵啊！哥，就搁这儿啊，就早背一下啊！行行，行不行啊？就这点小障碍，这一过去就、啊、一马平川。
再说这套我抽你，你信不信？弄这么一棒槌了，你这玩意儿。出话了，说不出来了。说呀，你把这撂下怎么样？撂下，摘下来，摘下来。别待，待会儿这后边才摘呢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请远子报来。远子来报啊，等我洗完头的。好嘛，洗头呢是怎么着？报是吧？院子呀。何时惊慌？昨晚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擦了一番。回来吧，回来。听这字眼儿干净吗？是干净，跟我媳妇分别啊，跟小姐分别呀。你多可乐着，闺女刚才还跟那背半天。对对对。对，再来，行吗你？你看，别玩笑了嘛！真是我告诉你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哎呀，我先传会儿啊。好嘛。妾身不知，单请远子报来。远子来报。啊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！何事惊慌？昨晚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别去也成。啊！哎呀，没有，哎呀，哥，欺负人不行，你跟我瞪眼，我是艺术家，知道吗？你先等会儿吧，根本不收。不是，你先哪儿咱不能唱？不是，你等等啊！你别说了啊！你先别说，你等会儿吧。怎么着？等会儿怎么着？你打人像话？打你是轻的，我还没骂街呢。我是艺术家，你不知道吗？艺术家满带骂街的。那当然了，打人不像话，您得说词儿啊！凭什么你跟我瞪眼？谁的？我招你惹你了我？咱这是唱戏，我还你赖了去了啊！我是老爷，对，我是大爷。你是奴才，你臭说相声的你。我来这个不受这个，不像话。怎么着？咱这是唱戏，戏里边人物，怎么了这是？这不要了命了！我给忘了，这位忘性还挺大。你看这事儿闹得多可笑，这个不是你忘了像话吗？别往心里去啊！不是往心里去，您这打一下侯老成的，你认便宜，往常打架都拿板凳啊，不好嘛！算了啊，想起来没有啊？想起来，行啊！想起来，咱们你后边词儿知道吗？后边您再说一遍，听听，看跟我一样吗？又来了，你看怎么着？洒泪分别，洒泪分别，我这儿瞪眼生气，你这不是冲我？不是，嗨，不是冲您的吧？啊，我怎么着？您啊，大刀花吗？有刀吗？这手里头？来这个也行。没有啊，您这儿啊，因为我是老爷呀。啊，对，我跟您一瞪眼，您这仿佛是害怕。我就很害怕。哎，这得看您做派了啊！抽你啊！抽我啊！没害怕吗？你干嘛老憋着打我呀？不是，恐惧到了极点就是愤怒吗？没听说过啊。不像话呀！不是，你说怎么着？我怎么着？您害怕啊？别想，你快说。害臊啊！哎，仿佛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。这儿您得迈开一下，看您的身上，您得哆嗦。我还得哆嗦，哆嗦呀、啊！我这做摔派老生。哎嘿，您这做派呀、啊？是周信芳这最好啊。是啊，我先给你哆嗦一个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哆嗦什么？什么是哆嗦？一会儿再哆嗦，一会儿再哆嗦 啊，跟真的似的。那就是真的。地上有一缝，恨不得钻进去。看您表演，这就开始了，行不行？等不了，快来！来。切，朝来嫦娥西永河，仙人堂前猎绮罗。什么腔啊？这差点就找不回来了。啊，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。
国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单听远子报来。远子来报啊！好，启禀老爷，何事？大事不好！何事惊慌？昨三更时分，石鼓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三人分别去雅者，一再三讲，三人分别去雅者。经理跟我说半天啊，一定要赶到五点半之前结束，我又辜负他的希望了。大伙儿太热情了，是，所以说我们得多说一点啊。后台连老带少好几十位，今天都很认真，哎，愿意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大伙儿。对，很多人呢愿意这么聊天，嗯，很多人更愿意了解这个演员台下是什么样。哦，大伙儿不了解，是，谦儿哥，啊，我，你这了不起的人。说这话的时候不应该嬉皮笑脸的吧？因为我一想到后面的话，我特可乐。您打算说什么呀？谦儿哥家里原来说良心话，人家没有干这个。哦，是，人一般讲的门里出身。对，啊，爹是干这个的，儿子才说相声。这别加手势，知道吗？形容啊，形容词嘛，形容词可以说，手势就免了吧。啊，哎，这类形容词啊，我很喜欢。我东北过来的，您、家里边当警察？哦，干多少年了？他早先小时候也当过警察，干过一段。人家父亲、他哥哥都在警察部门当过什么主要的职务？哦，他小的时候。17岁18岁跟着刑警队出去玩去，大伙儿就特别喜欢我，聪明。后来不让去了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一出去有什么案子，他跟着一块儿，哦，给出主意，这怎么跟着这名，我还给出主意。从他这视角、这角度理解，嗯，刑警队长很喜欢他。哦，那回又去了，嗯，有一死尸，哟，大卸八块，刑事案件。啊、队长问他，谦儿，那你怎么看呢？啊，谦儿想想，我认为是自杀。我缺心眼儿吧，我啊，队长特别喜欢他，玩去，也是让我玩去，不让去了啊。他父亲现在还在监狱里边工作，怎么监狱里头啊？负责监狱的伙食啊。哦，在那边，哎，给犯人做饭吃，厨子啊，在那里边。那监狱发生暴动，暴动，犯人都越狱，哟，后来逮着了。你们为什么要越狱啊？啊，咱们这伙食太次，啊，还挑出。问你们，嗯、啊，你们用什么砸开那锁的？啊，窝头，太硬了。所以说他们爷俩好心眼儿。啊，谦儿确实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相声演员。那、啊、您过奖了。今天中午还是来得太苍忙，吃点东西吧，上、那个肯德基那儿。哦，啊，有老头站那儿，不要一只整鸡。整鸡，谦儿站那块儿看着可乐，嗯，人家那儿不卖这个，对，这个卖货的小姐怎么解释也不行，老头急了，我要一只整的，好嘛，整鸡，什么鸡胎、鸡腿不要，嗯，米花不吃，整鸡，谦儿过来了，哎，大爷，别让笑话，哎，人家这儿根本不卖整鸡，对，人都是那散的，嗯，来斤鸡爪子。哎这都真事儿，什么真事儿啊？有真事儿吗？这里头都真事儿。嗯，他哥哥这点比较好。我哥哥，他哥哥啊，他哥哥自从在公安部门清理出去之后啊，哎，怎么清理出去？人家糊涂吗？怎么糊涂吗？早先跟着一块儿，天天喝酒啊。哦，好酒，就爱喝酒啊！啊，一天到晚喝得醉得轰轰的。嗯，出现场还跟着去。哦，那回哪儿？王府井那珠宝店让人抢了。哟，啊，队长带着他哥哥一大帮人都去了，啊、人都站着。哥哥躺地躺着，喝多了嘛，嗯，晕晕乎乎的，嗯，队长气的，打桶水去，嗯，打了一桶水，抓着他头发，在脑袋里水里边喝喝喝，嗯，问你，嗯，你看看吧，好好看看啊，睁眼，这珠宝都哪儿去了啊？嗯，我
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你换个潜水员吧。嗨，潜水员像话吗？我没听说过这事儿都。啊，所以说老于家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可乐的人啊。可乐像话。合作很长时间了，我们哥俩合作不错。嗯，我很愿意我们一直合作下去。是这样啊，你像高腔艺术这个都可以研究研究。不是高跷了，这回是不是？每当节目快结束的时候，嗯，我们有一个大合唱，对，大实话是。这个民间小曲儿，嗯，奉献给大家，好，希望您能够喜欢。是。